小家伙，谢谢。 真香！哎，嗯，昨晚做什么梦啊？做梦？没有啊。管谁叫小家伙，叫的那么欢。说，做什么梦？什么梦啊？梦见咱们俩乘游轮旅行全世界。瞎说。说。 叫谁小家伙叫的这么温柔？好了，别闹了，嗯，睡饭好没有？那去吧。 喂，好听吗？啊，这是美国当今最流行的乡村歌曲，好听吗？亚秋。 亚秋，中午不回来吃饭了，有个重要的约会，非常重要。小郭子的老长官过来了，非要见我不可。这位长官官运挺旺的，又生了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啊，没事。 我在想，你今天应酬那么重要，穿哪套西装合适呢？那穿哪一套好啊？嗯，穿过那套吧。那领带呢？啊。